君夜太久没打球，疏忽。再好的球技，如果没有比赛锻炼，也会落后。不得不说，这一球，主篮有。哎，君夜，我不知道当初你为什么要退队，但现在你不想跟楚然来一场真正的对决吗？把输给他的东西赢回来，回来吧，你一定可以做到的。与你无关。